我跟你再举个例子啊，围城之道，吴起的故事，吴起的悲剧。啊，吴起这个人呢，他生的时候在公元前，就是说在440多年，所以《资治通鉴》没写他生，但是写了他死，因为公元前380年在《资治通鉴》范围内。啊，他早年呢在魏国，保卫的魏，魏国，那是一个富商家庭，应该家里比较有钱，但是没有地位，啊，所以他想做官，啊，花了好多钱去，啊，去想找个公共职务，啊，春秋战国开始也有公共职务了，啊，何况他也不是一个啊这个普通人家，家里有钱，所以但是他没搞成，他一怒之下杀了30多个人，哎，啊，只好逃出国家了。临别的时候偷偷地跟母亲说：“若不为卿相，誓不回魏国。”这是阿庆跟阿庆嫂说的，不和这个人样不来见人。可是那些说说而已啊，他会真是这样。后来呢，他在鲁国学儒，朱舍老师是啊，曾参的后代，啊，这里有考证啊，原书写曾参，时代不太对啊。钱穆先生有个考证，啊，说他应该是曾参的后代啊，曾参。母死不奔丧，什么意思？老母亲死了，你应该去奔丧吧？你是中国人啊，你不能母死不奔丧。他说我跟母亲说了，混个人样才回去。那老师想想，这孝经都是大家编的，太不像道理了啊！断绝私人关系，你不是林肯哦？林肯21岁离开家里，他爸爸去世了，他忙没功夫，这个他妈爸爸奔丧，那是美国人，不是中国人，何况是曾家的后代啊！所以他就断绝跟他的关系。吴起没办法，弃儒学兵，在鲁国做官。因为弃儒学兵，兵法是齐国最好嘛，所以他的老婆姓田，那是田家，是个大家族啊，在齐国。啊，下面呢就有一段啊，跟你啊讲啊，我在清华大学有时候开这种课，会让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些话。他在鲁国做官，下面就发生一件事了，齐国人攻打鲁国，鲁国觉得吴起行，所以想他为啊为将军。可是他老婆是齐国姑娘啊，他有没有私心呢？会不会受到老婆的娘家人的影响啊？所以鲁人一致，下面一句，起杀气求将，杀了老婆要当将军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他叫大破其势，为将军嘛。你要做成一个事情的话，就有人来嫉妒你。吴起做成事了，作为客卿大破其势，齐国可是大国呀，鲁国是小国啊。或曾之鲁侯曰，史书上说有人在背后曾言，就是在领导面前背后说你坏话，说你的坏话一定是一部分真的，一半是假的。没真的领导不相信，没假的不就置你死地，那都是全部都是真的，那不叫曾言，那就是背后报告了。好，下面他就说了，吴起刚开始在曾参当学生，母死不奔丧，老师跟他断绝关系，现在杀气求为君之将，吴起残忍薄情人也，这是真的，对吧？这确实有这事，母死不奔丧，杀气求将。下面就是似是非的，似是非就是非，对吧？看起来像是，实际上是非。下面讲什么呢？且以鲁国小小的国家却能战胜大国齐国之名，那么国家安全就更危险了，诸侯屠鲁矣。齐国打我们，侵略我们，我不把他打败，难道我投降不成？所以说他是似是非，就这意思啊。可是看起来确实你的国家安全局势就受到影响，这是外交你另外解决问题，对吧？这不怪吴起。哎，鲁侯主人听了这鬼话，把吴起的职务给免了，免了，不让他当将军了。哎，这样的吴起就害怕了，害怕得罪这个国君了，所以他就又得离开鲁国，再去找工作。听说魏国的文侯很贤能，他就到魏国去工作。魏国的国君魏文侯，三家分晋是魏文侯，分晋以后第一代国君也是魏文侯，
干了50多年，是个很强势的国君。战国最先起来的不是秦国，是魏国。三家分晋最得力的是魏国，啊，就是因为魏文侯，啊，魏文侯就接受了他，那，啊，因为他听李克的话，说他是军事人才，啊，司马穰苴啊都比不上，司马穰苴是春秋时齐国的一个将军，吴起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。现在我们还留下一些残存的吴起的文章，叫《吴子》，《史记》里面孙武跟吴起是一个传的。你知道孙武是什么人，对吧？《孙子兵法》是留下了，可是吴起的兵法呢，后来就散落了。但是唐朝人的书里面还有一些啊，有一些这个残简。他说：“时人论将，常观着勇。时人的一个将军总是勇敢勇敢，勇之将乃数分之一耳。勇敢对一个将军来说，这是几分之一，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都讲在点子上了，吴起。”平常跟士卒分劳苦，行军自己打绑腿跟大家行军，不骑马，夜晚不睡在席子上啊，跟大家打地铺啊，不睡在床上跟大家打地铺啊，就是很得人心嘛。最后史书跟我们讲了一句一个故事，资治通鉴啊，讲了一个故事：足有病居者，岂谓允之？你可能听不懂啊，士卒呢有病居的，居这个字呢，一个病字头一个而且的且，用过去的这个人呐，很喜欢受伤，容易受伤，一个剑一个刀一个戟，你皮肉就受伤了，受伤呢他很容易发脓发炎，过去中医呢一般带个小医童给你涌着这个嘴巴，它像消毒这个液的作用，你把它涌开呢，然后再清水洗好包扎啊，就能够暂时那个啊，这个防止他啊感染。吴起亲自允之，他亲自来把这个脓啊给他击掉。你看多么关爱士卒啊！祖母闻而哭之，这个士卒的母亲呢听说以后就哭起来了。邻人就觉得奇怪了，你的孩子不就是个士兵吗？将军亲允其祖，亲自允他脓疮，你哭什么？那碰到这么爱兵的将军。啊，他母亲说：“非然也，你们不知道啊。当年吴公对他爸也是这样子的，他爸的吴公守节当兵啊，也是跟这种农疮，最后这该死的打仗之后，一个想往前冲啊，不知道回都死在疆场上。那现在他对我儿子又是来这套，且不知其所以。我不知道这孩子哪天又在疆场上完蛋了，所以我提前哭了。你看，领导对你。”是好，你别高兴太早啊！你说不定任务就接着来了啊！你感恩在德，然后就是啊，赴汤蹈火，这就是领导力的原因。所以那个人呐，啊，对他来是人，对你可能也是人，但是效果是干啥，对吧？要你赴汤蹈火啊，总之，这吴起是个啊，是个能带兵的人，对吧？懂得这个啊，关爱士卒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吴起的制度建设也没错。吴起打造的这个特种兵叫五卒，那是三晋时期很有名的，啊，他们能够全副加种啊，带12弹的，一弹相当30公斤呐，12弹是多少公斤？像300多公斤呐，能够拉出300多公斤的那个弓，啊，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。我们的少年在乡下的时候，我看见过人家背200斤的。那很一般的啊，拉弓嘛啊。有个士兵没听军令，就出列杀敌人人头，军法从此。什么意思？吴起不仅仅是仁爱，吴起还有制度，对吧？既懂制度又懂关爱，就是文化，所以吴起是个带兵的。吴起还懂政治，所以这个像写小说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写法就是这样。他欲擒故纵，吴起这么优秀是为他的悲剧性打底子的，吴起是个悲剧，对不对？又这么优秀，就我们看小说你会发现没有，想的特别好的时候，最后他来一个让你啊没想到的一个结果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司马光想一个国家完蛋也是用这个写法啊，
魏国为什么完蛋，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多，最后到底你读下来，你觉得他不完蛋都不行啊。吴起还有什么呢？政治才能。魏文侯死了，魏武侯继位，由此呢，他们去巡查西河之地。啊，西河什么地方啊？运城叫河东，韩城渭南那地方叫河西。西河当时吴起的地盘，吴起当西河守。啊，所以魏文侯就感叹了：山河险要，非常坚固。你坐在飞机上，你看那个地方确实很坚固。三峡过去，那个城，那个山呐、啊，那个峡谷啊，很坚固，那、啊、是国之宝也。魏武侯感叹，年轻的魏武侯，吴起就告诉他：大禹流放三苗，商汤击败夏桀，纣王讨伐殷纣王，后者三权都坚固，但是有什么用？三权坚固不能成就霸业。对吧？关键是要修德。一个国家的安全是你有德，德在民间，德在人间，那你自然就巩固了。所以国家的安全呢，在德不在三权险阻。如果你国君不修德，周中之人、传中之人都是敌人。魏武侯说：“讲得好，善，你确实不错。”好了，你看看啊，欲擒故纵，懂得带兵，制度建设。啊，还留下来著作，啊，当然这些不是资治通都写的啊，啊，你看刚才资治通写过的，他还懂政治，啊，会带兵，资治通也写过的。如此卫星高的吴起，如此能干的吴起，现在自然是宰相的热门人选了，一条圈子一条虫呢。魏武侯也宰相，呼声也很高，吴起。可是不是吴起，居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田文。资治通鉴有不止一个田文，啊，一百多年后还有一个田文，那孟尝君也叫田文，但是这个田文是另外一个田文，啊，是个田文，啊，吴起很生气呀，史书上记载吴起找田文论理，他说带兵打仗，我们俩谁行？田文说我不如你，治国安邦，我们俩谁行？田文说你比我行。那镇守一方，谁的功劳大？田文说：“你的大。”那吴起觉得奇怪了：“你带兵打仗不如我，治国安邦不如我，镇守一方不如我，怎么是你出来当宰相，而不是我出来当宰相呢？”最后，田文说了一句话：“方士之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是我出来当宰相，还是你出来当宰相？”吴起默然良久，哈。半天不说话，默然良久，这是《史记》经常用的话，资治通也经常用。默然良久，就半天不说话，想说，但是还不想说，因为他不愿说，不愿承认这个事实。默然良久啊，默默无语的很长很长时间。曰：“叔侄子矣，应该你出来当宰相。”大家想想看啊，这个吴起那么大本事，是。这个田文是说了一个什么话，让他不承认也得承认这个宰相应该是田文而不是吴起呢？这就是资治通鉴的魅力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划就划过去了。这两人对话就很简单：带兵打仗不如我，治国安邦不如我，政治一方不如我，那么怎么是你当宰相，不是我当宰相？这田文说：“这个情况下，是你出来还是我出来？”吴起默然良久，说：“应该你当宰相。”这句话什么话呢？这话是：“主少国疑，如今我们的国君年少，上下犹疑不安，大臣百姓有的不服，有的不信。谁出来？”魏文侯，我刚才讲的，干了五十年，地位很高，功绩很大，威望很高，对吧？在一个强人卸磨以后，大家最需要的是稳定，最需要是按既定方针办，最希望是不要变老子的规矩。所以这个时候像吴起这么强悍的人呢，很可能是让
让各方利益不放心。田文这个相反，这个大家温和的人呢，反而能接受。你看看古往今来，其实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的人呢，为什么讲是为臣之道呢？有的人觉得靠本事就能接班，这是错误的，那这是错误的啊。有的时候不完全靠本，所以这个你们注意了啊。强人过后，一定是一个温和的人。这个温和的人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过得容，一种是隐藏得很深，他搞得很，他很厉害。我们这个田文就是过得容，那过得容，很快的田文就过去了。来的个谁呢？魏相公叔，既害吴起，你那个一个比你不是宰相的人，比你宰相这个能耐还大，不舒服嘛。公叔的下面有个仆人就告诉他，哎呀，吴起很容易让他走人，他就给他出了个连环计。你看啊，吴起这个人很刚劲自喜，史《资治通鉴》用的就是这个词，刚劲自喜，《史记》用的类似的词，但是换了一个说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自以为是，不会转弯，靠本事吃饭。那么既然这个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呢，你就回去跟国君说，说吴起是个贤能之人，你的国家太小了，他未必能给你留下来干，好好干。你试着挽留一个女孩子，你把公主嫁给他，你试试看，他如果不想留下来干，他肯定推辞；如果他留下来想留下来干，他肯定接受。第一步吧，然后你就邀请吴起到你家去，你事先告诉你这老婆公主对你很作贱，那对你很不客气，对你很不待见，这个妻管严，这个怕耳朵啊。吴起看这哪是公主，这哪是老婆，这是个领导，他看见公主这么作贱你，他一定辞，那吴起就待不住了，你的谋略就中了。公叔果然先跟国君说吴起之嫌，人邀请吴起去家里，让公主故意表现得很妻管严的样子。吴起当国君跟他谈议这个事，他说，哎，不要，国领导领导，我有老婆啊，不娶公主了，不娶公主了。史书说魏武后疑之未信，怀疑，不再相信，不再信任他，起居住遂奔楚。吴起在这待不下去了，他还奔着楚国了。你发现个情况没有？吴起哪还待不下去，对吧？吴起不是没本事，恰恰吴使很有本事。史书上没有再继续讲吴起的事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结果出来。史书讲了什么结果？楚悼王知道他厉害，任命他为国相，吴起实现少年的梦想。吴起大干一番，搂起手子，手要大干一番。史书说他民法审令，明确法律，审慎颁布法令，对吧？民法审令就这意思，法令严明，法令这个精准，对吧？裁掉不重要的官员啊，把跟国君的家族的关系呢很疏远的人的待遇都给裁掉，钱留下干什么？抚养战斗之士，目的呢枪毙。那些讲外交关系的合纵连横呢一概不听，啊，自己就是以军队来治理天下，南平北越，北却三晋，西伐秦，果然楚国很强大起来。但是楚国的贵族就恨死吴起了，他曾经让那些贵族到乡下去发展经济，说你们迁到乡下，迁到落后地方去发展经济，又裁撤他们的待遇，当然恨吴起嘛。你们发现没？这种情况跟稍后啊，比吴起稍后是商鞅，啊，这时候商鞅还没出来呢，就是这情况一样的，得罪人太多，所以当楚悼王崩就死了以后，吴起没靠山了。贵姬大臣作乱，吴起就没了。但是吴起还跑到王的尸体上藏起来，他知道他跑不掉了。这些射他的人也中了王尸，一散下葬以后呢，少王呢就把那些作乱的人杀了70多家。你发现吴起整个的人生啊，是发人深思的，在我的书里曾引进韩非子一些话，一些生活的小事。所以他很倔强，目标成瘾，做事不考虑别人感受，我在这里就不讲了。但是吴起的事儿很值得反思，
一个人建功立业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啊，有人生目标也无非的。但是你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当中，会涉及到方方方面的利益，你是有所顾忌。母死不奔丧，杀妻求将，这是啥，对吧？所以管理学上呢，有一个定力，就是一个人上不上爬的时候啊，你脚上千万不带泥巴，你脚上带泥巴以后呢，你很可能呢，就不小心踏上这泥巴就掉下去了。就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时候，要修炼好自己。所以《易经》有一卦叫牵卦，第十五卦，上面是坤，下面是艮，艮坤是大地，艮是高山。高山跑到大地下面去了，你看谦卑不谦卑？啊，天道、地道、鬼神之道、人道都喜欢谦，而且还有一句话：劳谦，君子有终。有功劳，有苦劳，你就谦卑了；没有功劳还吹牛了。吴起本事这么大，吴起能耐这么大，吴起功这么高，恰恰应该谦卑一点，是不是？他不是，我靠本事吃饭。这个人是这样啊。你看有钱的人他不随便花钱，我们叫他节约，是吧？没钱的人不随便花钱，这叫啥？这叫没钱，对吧？所以你有本事、有功劳、有成绩，你要谦卑；没本事、没功劳，他也吹点牛啊，听自己，哎，我今年业绩不错，不过领导就看上你了，对吧？你可以吹点牛啊。所以这个吴起在建功立业当中啊，他不太注意。虽然人生当中啊，碰到这些，啊，这红颜薄命呐，英雄失川呐，啊，这是常见的道理。当然了，我们反过来说，一个像吴起这样，有真本事，有真能耐，处事有不足，对吧？啊，做事有欠缺的这个人呐，作为领导者来说，你要用好吴起，对吧？因为他有欠缺，所以他为你所用。如果没缺，他可能另谋自己当老板。曹子就说嘛，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，不敢往东看看，在楚三界不敢往南打南方的主意。谁手下吴起都有这样的人才，都能建功立业。总之我们资治通鉴呢，我刚才给他讲的两个故事，为君之道，为臣之道，这资治通鉴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比方说后面随后讲的商鞅变法，跟吴起基本同时的，啊，吴起死以后，商鞅入秦，商鞅也是魏国人，保卫的魏，也跟吴起一个地方的。商鞅变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变法，但是没有一次变法能像商鞅那样，因为其他的变法和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，商鞅是建立一个制度，一套制度。中商鞅的变法影响了秦影响两千多年，都是这个制度，是吧？只有邓公的改革可以跟商鞅变法相比，啊，邓公的改革是很系统的，啊，商鞅的变法也很系统的，啊，同时期我在书里还比较了跟苏伦改革啊、伯利克利改革啊，还有罗马的啊这个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啊、马略的改革啊，啊都没法跟商鞅变法相比。啊，他们也有影响，但是商鞅变法影响更持久、更长远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《资治通鉴》不光有一个人、一个社的成败得失故事，它有长时段的，啊，这个历史的成败的这个得失的啊经验，啊，包括魏晋啊，包括隋唐，啊，所以王夫之啊，明清的学者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读通鉴论》。他是看历代兴衰，观成败得失，可以自书，提升自己，啊，三点水一个舒适，舒适的舒，舒就舒适嘛，提升自己自书，可以毁人，教诲的毁，可以给人分享，给人一起得到启发，对吧？毁，可以知道而乐，你自己也行，那知道乐，那知道道，感到很快乐，为君之道，为臣之道，为人之道，啊，处世之道，啊。所以这个读史、读书、读通鉴，啊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，啊，自书毁人，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今天的课讲这里，谢谢大家。